John, 这样的话你自己怎样看，你给这二三十岁的人在这个阶段有什么 comment 吗？嗯，你问我来说啊，嗯，其实我坦白跟你说咧，我 interview 这样多人啊， OK， 对，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 concern 讲，嗯，就是我做 sales， OK， 这个字 sales 啊会弄到他们怕，其实 OK， 其实 after 我 study 再听一下再学一下，对不对？坦白跟你说，每一个东西我们做就是在做 sales 啊，对，只是讲我们没有发觉到罢了。哦，我每次讲的就很像 baby 一生出来， OK， 我每次跟你们讲的 baby 一生出来，对不对？ OK， 如果他要牛奶，他会做什么？哭哦，他会哭吗？那个是 one form of selling， 对， yeah， 其实就很像你今天你要去追一个女孩子， OK， 你要去一个 interview， 其实你卖着你自己吧，对不对？你就讲我自己到厉害啊，我是一个 team player 啊，这个那个啊，对不对？是，对，没有人发现到不了，对不对？对哦，然后每次讲的就是在 real estate， 你不要看你自己卖屋子，还是住rent 家的，你要看你自己也是一个就是 solve 人家的问题啊，你要改你的想法。对哦，然后在这个行业，我觉得我每次跟你们讲三样东西吧，哦，要有心 ，OK， 哦，还有 energy，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 Chris， 黑圈。啊，你要有毅力，对，对，笑容啊，哈，嗯，笑容也是很重要的，对对，要笑多一点啊。所以我每次跟，所以我就看到你们 ，especially 你们新的这代啊，就跟你这个几个东西，这个三样东西，对不对 ？OK，、嗯、其实拿 exclusive 啊，跟 owner 拿，其实不会难的、啊，就很简单了、啊。我觉得 real estate agent 就要用心去做。就看到 owner 对不对？你要跟他握手啊，你就不要好像要死这样 ，hello hello， 要就有那种 energy， 人家会 feel 到了哈、哦。嗯，对对，